怎么做？现在神奇猫头鹰女要用她自己的猫头鹰超能力，首先雄鹰展翅，接着千里眼，呜呼！看啊，罗密欧，你还没拿到我最喜欢的书呢。什么？抓住他，机器人！你要更卖力一点才行。把书给我，停下！你过来拿呀！不要移动，请你保持一秒钟，不要动。超机器人，抓住他！哼，就是你了！木机器人，等等，停下！哦哦哦哦哦！哇！明日闪电侠的书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。醒一醒，你这金属大块头！好，谢谢你，主人，我已经感觉好多了。什么？猫头鹰女不是你的主人，我才是。猫头鹰女是一个天才。这件事情依我看呢，机器人摔了一跤之后，似乎变得更聪明了。是啊，很不错，机器人。现在抓住那个坏蛋，跟我们走吧。快放我下来！我们来把这些书恢复成原样吧。这真是太棒了，这是我的故事书。哼，我就觉得这本迷人闪电侠的书其实没有那么糟糕。罗明，你也喜欢看书吗？什么？不！迷人闪电侠一分出拳。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夜幕忍者总想要到总部去控制我们。啊，你要帮我吗？太谢谢你了，小忍者，当你需要我时，我该帮助你的。当别人遇到困难时，我们都该帮一把。抱歉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现在如果想让我放了你们的话，就乖乖告诉我怎么样进入你们的总部。什么？没门！啊，什么？你下来了？没错，夜幕忍者，你永远不可能掌控总部，更何况还有我来阻止你。哦，所以是你让这只小猫恢复自由的，对不对？无敌猫叫，结束。忍者们，我自己来阻止这些讨厌的家伙吧。粘粘贴，粘粘贴，粘粘贴，小心！哦，不要再去帮他了，你这个讨厌的小忍者！哈，嘿呀，哈！超级猫速，好了。这群睡衣小英雄总是来破坏我的计划。猫小子，你要去干什么？帮忙。英雄会帮任何人，即使是夜幕忍者。哦，好吧，我得承认你的选择是对的，小忍者，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。走吧，忍者们。绿之，你在那里？啦啦啦啦。爪把那个金话筒抓回来。鹰翔鸡爪，要怎么？那里那个按钮。啦啦啦啦啦！嘿，成功！哇！队友们！哇！哦，没摔坏吧？啦啦！讨厌的家伙们，把我的金话筒给弄坏了，这全都是你们的错。坏了？哦，这是我的错。现在谁都看不到演唱会了。不要听他的，要不是他拿走了话筒，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是的，但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暗示你我想开音响机的，而且我也不应该拿你们给我的这些东西。
我真的很抱歉让你们为了一张票而竞争。是我们一定要让你做出选择的。抱歉，猫头鹰女。我也很抱歉，你不能去，那我也不去了。没关系的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金话筒给拿回来。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就算现在话筒坏了，你也不能把它占为己有，月之女，快把它给还回来。它即便坏了，但是它依然闪闪发光，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猫头鹰女，一旦我们控制住了飞蛾们，你就从她手里拿回话筒。来这边，飞蛾们，你们肯定抓不到我哦。无敌飞比侠稳装术，该我了，超级猫风。刚才那样真是太棒了。我有点困难，但我还是得继续啊。小心前面的墙。我的天哪，实在是太高了。你别紧张，不然会掉下去的。没错，要小心点。真棒，我要让它降落了，慢慢的降落。做得好，我就知道你能行，飞比侠，看，只要去尝试就行了。没错，飞蛾们，快点放我走，睡衣小英雄。该结束了，月之女。是的，我们拿到了月光飞船，你就没法偷更多的礼物了。哼，这不公平，我从来没有过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，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人。什么？你总是一个人过圣诞节？天哪，那真是太悲伤了。嘿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过平安夜呢？跟你们吗？是啊，我们必须把这些礼物和装饰品送回去，你能帮我们？那样大家都能过圣诞节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吧，我想……快上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拯救圣诞节。耶耶！啊！我有一个计划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。真让人懊恼，要是我能够坚持自己的计划就好了，再加上我的无敌超能力。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超级吸力盘。现在该实施我的计划了，你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帮我撞击罗密欧的冰道。现在准备好做冰弹球了吗？啊，嘿，或许飞壁侠的计划有点用，来吧，来撞碎这些冰吧。啊！这些冰块人居然想要撞碎我漂亮无比的冰道！现在我要让罗密欧看看如何在冰上行走，超级吸力盘！你好，罗密欧。用我的超级吸力盘，我能在冰上走得比你更好。你在胡说！我的雪橇是由一个天才发明的，就是我，所以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是绝对不可能打败他的。明白了。你等着瞧吧。冲啊，飞壁侠！追不上我了吧？超级大力金刚手！罗密欧，耶！是时候把你们解冻了，水衣小英雄。哦耶！干得好，飞比按钮，我的机器人就会待命了。别做梦了，罗密欧！嘿呀！什么？自求多福吧，讨厌的家伙！我干了什么？
超级电脑组装成了机器人猫小子。三个机器人可不行，就你了，给我把这只小猫关起来。哇，这真是一场灾难啊！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了。不，葛瑞艾玛亚前来救援。什么？啊？不完美的机器人，你们两个家伙是怎么从里面出来的？就用了一个发卡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你们两个真是太棒了，即使没有超能力。谢谢，这没什么。你们是对的，我应该早点让你们帮忙。快点去抓住他们！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你们也一起来吧！超级猫速！帮我一起打败罗密欧，比成为超级英雄更有趣。艾玛亚变身为猫头鹰女，葛瑞变身为飞米熊，睡衣小英雄。我们要拿到罗密欧的超级电脑，如果关闭了它，就能阻止机器人了。那我们就行动吧。去帮其他人，机器人猫小子。飞比侠挑战！啊，你们谁才是真的飞比侠和猫头鹰女啊？我是真的猫头鹰女，我是真的飞比侠。我是。你们几个打扰到我欣赏漂亮的月亮雕塑了。那是猫头鹰雕塑，是你偷了它。不，我确定是你送给我的。不可能，那是我的。但它更适合我，不是吗？所以它应该归我。快说啊，说它是我的，快说。好了，超级大力金刚手。我的天，这么飞比侠。小短腿可以尝尝在力场里被冻住的滋味。没人能够进入我的月光巢，也没有人能够从我这里拿走我的月亮雕塑，因为它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哈，你拥有它的时间不多了，月之女，你赢了，雕塑是你的了，我们走了。我就知道最后你一定会想明白的。飞比侠怎么办？我们会救他出来，也会拿回我的雕塑。你只要走大楼的安全出口，然后从安全出口把门打开出来就行了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来看看，去吧，猫小子，快！一切都结束了，月之女。猫小子，这下子我能把这个小短腿还有这只猫也放进我的月光巢里，他们会被做成精美的雕塑。现在猫头鹰女要孤军作战了，你也想成为我月光巢里的一个摆设吗？啊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应该吧？好吧，我真的决定把它给你了，猫头鹰。月亮雕塑是你的了，放了飞比侠和猫小子吧。你真的说了它是我的了？他永远都是我一个骗局，我就知道。猫头鹰女，不要担心，我没事。哼，我已经厌倦了只有一个睡衣小英雄的声音可以玩，是时候把声音一网打尽了。我要自己上，他把我们的声音拿走了。也就是说，天才罗密欧把我们三个的声音都拿走了。那是因为他太了不起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没了声音，就什么也不是了，再也没有办法能够打败他了。而这些都是因为飞比侠没能及时把他的声音拿回来。罗密欧是一个天才，他是天才。你想说什么，飞比侠？你是想说现在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？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，小短腿？想想看，有了这些声音，我能做很多有趣的事。睡衣小英雄将受到大家的谴责。这比我想象中的可好玩多了。
我怎么停下来了？或许是发动机出了问题。夜幕忍者的同时去救我的伙伴，他是在耍我玩儿。猫头鹰女说的对，圣骑一点用都没有，尤其是生他还有飞壁侠的气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而且还要像方大师那样冷静。哎呀，走错了！救命啊！伙伴们，我来了！救救我们！拜托，猛小子，快点救救我们！天哪！会没事的，跑快一点就行了。超级猫速！小子要保持冷静，按照计划去拯救他的伙伴们。别担心，伙伴们，猫小子回来了，他现在冷静又放松，就像方大师一样，超级猫速。终点站到了，亲爱的乘客们。哦，这一路真是惊险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用客气，而且我很抱歉之前对你们发脾气了，我真的是太糟糕了。没关系的，真正的猫小子回来了。谢谢伙伴们，我现在有一个主意，如果惹夜幕忍者，蛋糕没有夜幕忍者的标志，看起来他知道会输。你在拿飞壁侠的蛋糕冒险，但我们成功了，还拿到了超棒的方大师气球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要办一个新主题派对。别只想着那个飞壁侠，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他们有多棒了。他们端着超赞的方大师蛋糕，我真的很想要那个蜥蜴蛋糕，但是这个没有用的蛋糕好像没人要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大家交换好吗？才不要！嘿，好，我们交换。不，一个方大师蛋糕。是啊，这是最棒的蛋糕了，没有比它更棒的了。尤其是当你按下这里的时候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糕，它是一个黏黏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。一个黏黏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。没错，当最后一根冰柱也变成蓝色时，它就会把奶油溅到四处都是。当大家想要去清理时，就一个个的全部都被粘住。谁敢破坏我的派对，这就是教训。如果所有人都被粘住，就没有人能把飞壁侠的蛋糕拿回来了。我很抱歉，飞壁侠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刚刚或许是鬼迷心窍了，但是现在我有主意了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耶！该吹灭蛋糕上的蜡烛了。什么人吵吵闹闹的？记住了，一样进去的获胜。我赢了。那些无聊的睡衣小英雄在干嘛？等等，难道是派对游戏吗？来吧，再来一轮。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在胡闹的话，他早就应该安全地躺在床上了。没关系，飞壁侠，但现在我们得让他下来。拿着这个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超级大力金刚手。我接住他了，飞蛾们，把我的月光瓷拿回来。来我这边打呼，快来这边。我抓不到他，怎么才能把他弄到地面上？
你们离他远一点，他是我的。哇哦！过来这里。床上去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要用气味来引导它。卡麦隆总是跟着好闻的气味走，还记得吗？有了，饼干，超级猫速，饼干，好棒，抓到了！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木偶了。不，它是我的。这一下我抓到你了！哈，你以为你的小破车能追上我改造完成的超级忍者校车吗？哇哈哈哈哈！校车看上去很结实，万一我的车扛不住怎么办？我们来帮你了，飞比侠。别担心，飞比侠，我来了。这下惨了，我被粘住了，救我！飞比侠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刚听到了什么？你们需要我帮助？这是朋友该做的，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。你们两个也一直在帮助我。是的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也要帮助你们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喽！机动车，如果我没有忍者校车，那我就抢走睡衣小英雄的一辆车，然后把颜色喷成忍者黑和忍者蓝。猫小子，猫头鹰女，我需要帮助。我马上来，飞比侠。把那个扇动翅膀的家伙变小，给我抓住那个家伙，忍者们。救我。准备好变小吧，睡衣小英雄。千里眼，哇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有人在挠我痒痒。现在我们需要把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大小。好了，我们来缩小缩小器，直到它小到消失为止。
睡衣小英雄一起欢呼吧！因为在黑夜，我们拯救了世界。对了，那群讨厌的家伙们去哪儿了？往这边，向左一点，小心点，转到灯柱了。哈！啊哈！月亮球，回这里来。不、哦，你，嘿，我们怎么慢下来了？那是因为夜之影的月光刺太强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需要团结一致。飞壁侠，你用你的超级大力金刚手；猫小子，你用你的超级猫速；我会用我的雄鹰展翅。真棒，干得不错，睡衣小英雄。没用的家伙！好了，我们来刺破月亮球吧！超级大力金刚手，我们得尽快解决这件事，伙伴们。好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不不不！耶！哇哦，成功了！耶，太好了！我的月亮球，震颤羽翼，我们做到了！但是玩具还散落在广场的各个角落呢，我们要把它们收集起来，放回原来的地方。什么？不，我的玩具，他们都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停下，我是正大光明把他们偷来的，而你们还弄坏了我的月亮球。抓住他们！好了，睡衣小英雄，现在该把这些蝴蝶带回家了，温柔一点。你们好，蝴蝶们，想跟我一起飞吗？让我们往这边飞。看看我的颜色，蝴蝶们，快来！我便给你们看哦。什么？你们喜欢那些美丽的美丽的？没错，月之女，现在轮到我了。对于之前的事，我真的感到很抱歉，但是我努力找了一些花来给你们。这里，请跟我们走吧。就是这样，做得好，蝴蝶们，谢谢你们。啊，什么？我的月光瓷怎么失灵了？等等，蝴蝶们，不能跟他们走。飞蛾们，你们在哪儿？飞蛾们，你们这些家伙在等什么？抓住他们！我说了，去抓住他们！你们这些没有头脑的飞蛾！你们也想一起来吗？你们来，我们会很开心。是啊，我保证一定会对你们好的。不不不不不！现在我已经没有任何助手了，这一点都不公平。看啊，我甚至觉得有点对不起月之女了。对不起，飞蛾们，我以后不会再想要替换你们了，你们会跟我一直在一起的，对吧？我想说我的招式才是最棒的，所以我获胜了。再一次，这里没有人可以比得过我，猫头鹰女才是获胜者。飞壁侠，猫小子，猫小子，我们下！哦不，月之女抓住他们了！哦，要不是因为我总想着打败他们，他们就不会被抓走了。嘿，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！第一队获胜了！看，讨厌的家伙们，看看我的飞蛾们运输战利品的速度有多快！嘿，月之女，你的飞蛾们不错，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没有强壮到能够拿回那个最大的玩具，那个巨型霸王龙。什么？这简单，我会让飞蛾们帮我把这个玩具拿回来的。
什么？不对，你们这群愚蠢的家伙！我是要你们一起合作，把霸王龙玩具拿回来，明白了吗，飞蛾们？就差一点点，谢谢你，猫头鹰女。这没什么，抱歉，飞壁侠，我不该对你有敌意的。我也是，猫小子，我们都有点失去理智了。不是你们两个，这些都是我的错。我很抱歉，我把所有的事都变成了一场比赛，就只是因为我想每次都能赢。快从我身上下来，你这个大耳朵的家伙！月之女是不会放弃的。一只小鸟告诉我，我们现在应该停止比赛了，然后一起获胜。没错。